回来嘛、嗯、我们如果拉不住，我们这个预留绳我们可以稍微放一点，稍微放一点，自己力气不用吃到那么一整个筋柱，它也不会吃水，我们稍微放一点，就是留这个预留绳这个目的。今天来上水翼的急流训练，然后非常感谢那个第三大队三名分队的大分队长，还有一些助教来教我们训练。今天水翼的课程就是横渡水翼，如何横渡水上横渡自救，然后抛绳自救援，这样子等等课程。好，快点！